大家好，本技巧将介绍如何按照日期进行筛选的操作。当工作表中呢有日期格式时，用户可以对日期进行筛选。下面介绍具体操作方法。打开工作表，选中表格中任意单元格，切换至数据选项卡，单击排序和筛选选项组中的筛选按钮，单击入职日期筛选按钮，在列表中选择日期筛选之前选项。打开自定义自动筛选方式对话框，在以下日期之后右侧数值框中输入数值，然后呢单击确定按钮。返回工作表中，可见已经筛选出的职员员工信息。